选前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；选后新局怎么解？神算给你看。你以为天宇只有在台北市长的选举预言很准而已吗？没有，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，误差值都不到1%。但这次失准了，背后有秘辛。有人说，韩国瑜是绿营的克星，逼得蔡英文辞党主席，赖神也辞职，三个人前世有纠葛哦。前世韩国瑜帮了蔡英文升官加薪，这一辈子民进党也会帮韩国瑜。你越是打压韩国瑜，他越会就是升官加薪的机会。精彩内容在周日晚间8点，看我戴立刚主持的《新神秘52区之神算新局》。